我家最近养了一只大恐龙，每天跑出去乱窜，还会帮我扛玩具回来呢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恐龙扛狼扛？我天，还一次带回来两盒呢！你可真强啊！来看看是什么好玩的。这个叫黄金狮子剑，好大一把哦。还有这个，一把斧头，猛犸战斧。咦，可与黄金狮子剑合体。哎呦，还是一整套的呢。你可真是六六六啊！我决定了，以后就叫你小六子。六六六，来吧，现在就开，看我的黄金狮子剑！哇，银光闪闪的，嘿嘿，还有一把金光闪闪的猛犸战斧，还挺沉的呢，抓抓，砍两下还会发光吧？哎，是不是没装电池啊？好吧，立刻回家。来喽！这《龙战士星云》是个动画片吧？还没来得及去看呢。有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出来举个手啊？嘿嘿，先把电池装上。现在可以啦。黄金狮子剑启动。哇，果然有声光效果更帅啊！天哪，这狮子在吼叫吗？好酷哦！看我猛犸战斧的大绝招。妈呀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嘿嘿哈，再来个合体。哎，这里要打，掰开，就这里。我的天哪，有种马上就可以去拯救世界的感觉啊！太帅了吧，真的是好大一把哦！我要去打怪兽。哎，说吧，你们的秘密基地在哪里？看你还挺凶狠的嘛！是我的银河破灭斩。嘿哈，真的好坚硬哦。等等，我来找一下它的弱点，就是这里，银河破灭斩。哎，真的倒了！天哪，我的小六子啊，我不是有意的。